棒棒龙出动！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啊，真的好可爱！我觉得我们家院子最安全，就搬来了。做得好，左儿。左儿，去买下鸡蛋。小心，小心！啊啊！不行！啊！咦，那个是……啊，好可爱！哇哇！啊！怎么办？我都想要。什么？不行，你已经有很多玩具熊了。左儿。韦斯，你猜我在路上发现了什么？是恐龙蛋。恐龙蛋？最近有报案的恐龙说丢了恐龙蛋吗？没有啊。左儿，你可以先将它搬到安全的地方吗？我们现在过去。当然可以，放心吧，韦斯。啊，真的好可爱！我觉得我们家院子最安全，就搬来了。做得好，左儿。可是这样放着就可以了吗？嗯，我看妈妈平时将鸡蛋放冰箱里，我们把它也放进冰箱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恐龙蛋必须保持温暖，宝宝才能健康地孵出来。那我把我的围巾拿来。我们给它做个家吧。家。这样可以了。太好了，祖儿，你要开一下灯吗？好漂亮啊！还没完成呢，恐龙蛋自己住的话可能会觉得孤单，所以呀，保护好它。佩里真聪明，太棒了！我会好好照顾它，直到它成功孵化出来。谢谢你，佩里。哦，啊，天气真好。早上好。早啊，左儿。维斯，佩利，不好了。有人把恐龙蛋偷走了。什么？咦，看那儿。是小偷。真快哟！以为这样就能跑掉吗？佩利去左边，左儿你负责去右边找。好的，韦斯。韦斯，出动！佩利出动！咦，这个小偷把恐龙蛋给打碎了。什么？不行！再那边。恐龙蛋交出来。咦，这是这不是霸王龙宝宝吗？原来不是被偷走了，而是从蛋里孵出来了呀。妈妈妈妈，叫我妈妈，叫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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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这段时间祖儿那么用心地照顾他，他都知道呢，真可爱呀。韦斯，霸王龙妈妈很着急地在找恐龙蛋。你说霸王龙妈妈？霸王龙妈妈的脚受伤了，在医院做手术的期间不小心弄丢了恐龙蛋。别担心，乐平，我们已经找到恐龙蛋了。
真的吗？谢谢你们把我的宝宝平安无事地找回来。这次多亏了祖儿。谢谢你，祖儿。不用客气，好好听妈妈的话，要健健康康的。无聊的时候就来找我玩。姐姐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我们分开行动去探险，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好的。早晨的空气真是清新。那是什么？哎，带过来的牛奶都喝完了，可惜了。如果有的话，还能给帮帮龙做好吃的饼干呢。哎，牛奶啊！乐平吓了我一大跳呢。不好意思，米欧姐姐，因为我想给你看这个，早上我探险的时候发现的。你尝一下里面的汁水，你会很惊讶的。我尝尝。哇，跟牛奶是一样的味道。所以我给这个果实起了个名字，叫牛奶果实。这名字好酷啊，好名字。乐平，谢谢你，有这个果汁的话能做出很好的饼干。棒棒龙饼干。其他的棒棒龙还没回来吗？好像还在探险中。什么声音？你是不是在偷蛋吃？嘿，哈！我是霸王龙。周围看不到鸟巢，不会是被丢弃的蛋吧？太可怜了，先找博士问问吧。卫斯，早上的探险有没有收获呀？博士，恐爪龙想要吃掉这个蛋，被我救下来了，但是周围又找不到窝巢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带过来了。哇，这是恐龙蛋呢？是哪种恐龙的蛋？我也不太清楚，第一次见到这种蛋，我先带回研究室研究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个恐龙蛋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好困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明天再研究。呀！棒棒龙出动！什么事？米欧，你怎么了？米欧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谁偷吃了牛奶？本来是要做早点的，没有牛奶怎么做？没有早点。真的呀？谁偷吃了牛奶？我看过的侦探小说里面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不在现场的就是嫌疑人。谁不在现场？好像威奇不在现场。那威奇是？是威奇。威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谁弄得一团糟？原来威奇不是嫌疑人，肯定不是我。到底是谁把我的房间弄得这么乱？侦探小说里面说过，像这种情况，嫌疑人就在我们几个当中。不是我。别担心，我知道你不是嫌疑人，因为嫌疑人在这里留下了痕迹。爸爸，这个看起来像是恐龙的脚印。是啊，可能恐龙进来了。恐龙？但是看脚印应该是小恐龙。这么小的恐龙我们怎么找？基地这么大，很多地方可以隐藏。对了，基地里面安装的摄像头或许能够看到那个恐龙。对，有摄像头。那个尾巴看起来像是甲龙。是啊，可能小甲龙闯进基地里面了。但是那个犄角看起来又像角鼻龙啊。真的？那个骨盘不是剑龙吗？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双形齿龙的翅膀。
天哪，不会有四只恐龙闯进基地了吧？什么？博士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些恐龙，要不然基地会被弄得一团糟。是啊，再这样下去，冰箱都被掏空了。好，大家分头去找吧。小恐龙，不要怕，快点出来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哎，这恐龙也太胆小了。小恐龙，你在哪儿呀？这个饼干很好吃的哟，你快出来吃呀。嗯。哎呀，我得准备午饭了。嗯，我好像刚刚在找什么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侦探小说里面说，侵入者一般都会躲在黑暗的仓库里面。好黑呀，我得先找到开关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恐龙找到了，跑去走廊了。在哪？在哪？这是不是不是拍到那个小恐龙了？真的拍到四只恐龙当中的哪一个？好像四个恐龙都拍到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角鼻龙的犄角，甲龙的尾巴，剑龙的骨板，双形齿龙的翅膀，有这种恐龙吗？这种恐龙第一次见，是什么恐龙呀？第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孵化器里面的恐龙蛋破碎了。这是什么蛋？怎么会破碎呢？是不是刚才那个恐龙吃掉了那个蛋？不是那样。终于明白了。照片里面的恐龙就是从那个蛋里面孵化出来的，拥有四只恐龙的特征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有那种恐龙吗？没有，所以这只恐龙是我们最先发现的。哇，这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？是的，是一个伟大的发现。哇，太好了！快看那里。小恐龙独自出门是很危险的。是啊，帮帮龙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小恐龙找回来。帮帮龙出动！出动！大家小心点儿，因为禽龙群更多的石头会滚下来的。不能待在这里，太
危险了，得快点离开这里。嗯，乐平，快去帮助小恐龙。好的。我来了，快走！不要怕，马上就安全了。幸亏把小恐龙安全地救出来了。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找到小恐龙妈妈之前，我们要照顾她。那先给她起个名字吧。好，该起什么名字好呢？要不叫她默儿吧。默默呀，她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安仔，你觉得哪个恐龙最帅呀？当然是最强的肉食恐龙霸王龙啊。哇，才不是，万龙比霸王龙帅多了，个子又高，脖子又长又优雅。才不是呢，强壮的霸王龙才是最帅的。才不是呢，高大温柔的万龙才是最帅的。你们想看恐龙介绍吗？对了，今天的恐龙。等一下，我要比你先到。哇，是霸王龙，霸王龙。哇，是霸王龙啊。你不是最喜欢万龙的吗？我第二喜欢的就是霸王龙啊。哇，今天是霸王龙啊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就是霸王龙了。大家都知道霸王龙是最有名的肉食恐龙，它曾经生活在白垩纪后期。哇，霸王龙的牙齿真了不起啊。听说霸王龙是因为有长尾巴才能好好走路的。好想看看真正的霸王龙啊。嘿嘿，你们是不是对恐龙很好奇呀？哇，你是谁呀？如果你们想看真正的恐龙，就从后面那只恐龙嘴巴进来吧。机器是不是坏了呀？哟吼，我要去看真正的霸王龙了。安仔，怎么办呀？安仔赶进去，我同样也可以。等等我！我是帮帮龙探险队的队长，勇敢又强大的霸王龙韦斯。帮帮龙探险队，我们的任务是观察恐龙，并在恐龙有危险的时候帮助他们。哇，你好，韦斯，我是安仔。我是祖儿。我叫卢卡斯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。这辆棘龙巴士是能守护你们安全探险的神奇巴士哦。我们赶紧坐上去吧。哇哦，巴士看起来好漂亮啊。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出发。那个韦斯，这里真的有恐龙吗？当然，你看好喽。是乌噜噜星球，你们想看的恐龙这里都有。你们好。是这里了，大家下车一起走过去吧。
好。雨林里有很多危险的东西，所以你们绝对不可以到处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好。安仔呢？安仔，危险！危险！再爬高一点就能看到了。啊啊！威奇，拿下救生圈。安仔，差点就受伤了呀！刚刚为什么要爬树呀？我想爬高点，那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恐龙。对不起。还好，幸亏没事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们就是从地球来的朋友们啊！我是棒棒龙探险队的威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你好，我叫安仔。我是祖儿。我叫卢卡斯。威奇，你也在探险吗？我正在帮助这只迷路的外龙宝宝呢。万龙宝宝这么小，太可爱了。万龙妈妈在着急寻找小万龙呢，我先送她过去。祝你们探险愉快，再见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是恐爪龙觅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霸王龙为什么要跟恐爪龙打架呀？看那儿。原来如此，霸王龙跟恐爪龙正在争夺那个蛋，所以才打起来。这只霸王龙就是蛋的妈妈，真的。恐爪龙又回来抢蛋了。啊！明明在霸王龙面前动都不敢动，但是很奇怪啊。奇怪？刚刚明明有三只恐爪龙，但是霸王龙妈妈追过去的时候只有两只。原来是计谋，恐爪龙们想将霸王龙妈妈引开，趁机偷蛋。那要怎么办呢？霸王龙妈妈不在，不能保护她。啊，不行！别担心。请求支援！帮帮龙出动！威奇，爱心力量变身！哇！哇，好快呀！不好，蛋宝宝要撞到岩石上了，要撞上去了！威奇，救生圈，发射救生圈！好的，威奇，发射救生圈。恐龙探险就到这里，
我们回去吧。耶！给，这是今天的恐龙贴纸，是帮帮龙给你们的礼物。哇，韦斯，谢谢你。如果大家对恐龙感到好奇，就随时来探险吧。好。好像做了个梦一样。就是啊。你们看，刚刚不是梦，我们真的看到了真正的恐龙。是真的耶，手册上还有贴纸呢。霸王龙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恐龙。才不是，万龙比霸王龙帅多了。才不是，霸王龙更帅。万龙才是，霸王龙才是。万龙，霸王龙。那个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我就是探险家星糖，韦斯，你怎么突然停了？刚刚你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啊，什么声音呢？等等。找到了，是新的恐龙。是啊，第一次见到这个恐龙。那好，等等，怎么了？你看那里。他的举动有点怪怪的。侦探小说里面说那样的举动都有问题。你说的也对，是有点怪怪的。蛋！你们好，探险队，探险还顺利吗？不是，我们发现了新的恐龙，但有点可疑。哦，是偷蛋龙。第二，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。偷蛋龙是白垩纪时期的肉食恐龙，特征是头上的冠子和长得像鸟喙的嘴巴。因为它偷蛋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偷蛋龙。偷蛋？你们那么惊讶干嘛？不是，不好了，现在那只恐龙……你说什么？通讯怎么突然断了？第二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糟糕！太阳风干扰了通讯。中断了。糟了，原来那个偷蛋龙在偷蛋，居然偷别人的蛋，真是一个坏恐龙。不能让他偷别人的蛋。好，那我们把那个蛋抢过来还给妈妈吧。消失了，这么快就跑了。糟了，快点追上去。毛毛龙出动。乐听快乐力量变身。喂，小心点儿，差点就撞上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在找偷蛋的偷蛋龙。偷蛋，这家伙太坏了。有没有看到偷蛋龙？你等等。喂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偷蛋龙啊？我好像看到过，有个偷蛋龙手里拿着蛋，急匆匆的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。是那个方向吗？谢谢你。找到了，找到偷蛋龙了。好。
这里好像是恐龙的巢穴。都是恐龙蛋啊！偷蛋龙为了偷蛋，好像来过这里，真坏！住手！你们是谁？是不是来偷我们的蛋？不是的，我们在找偷蛋的贼偷蛋龙。什么？赶紧去看看我们的蛋还在不在？一、二、三，都在啊。还好，你们快点离开这里，要不然我们就对你们不客气了。等等，偷蛋龙把其他恐龙的蛋偷走了，恐龙妈妈现在肯定很担心。如果你们看到偷蛋龙的话，能告诉我们吗？偷蛋太可恶了，居然偷蛋。我现在不能确定那个是不是偷蛋龙，但头上有个冠子，嘴长得像鸟喙的恐龙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，那个嘴巴看起来很能吃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了。终于找到了偷蛋龙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的话，会不会惊动他？对，他可能会把蛋扔掉，这样的话蛋就会碎的。我们需要一个作战计划。住手！把蛋还给我们。恐龙妈妈在等呢。成功了，还给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快点把蛋还给我。不行，我们要把这个蛋还给妈妈。什么？帮帮龙探险队，帮帮龙探险队，能听到吗？不是，能听到。哎，通讯才恢复，刚刚我还没跟你们说完呢。不是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追到偷蛋贼了，蛋已经找回来了。什么？偷蛋贼？你不是说偷蛋龙是偷蛋贼吗？不，不是那样的，他的名字确实是偷蛋龙，但这是误会。第一次发现偷蛋龙的化石时，旁边也发现了类似于圆角龙的蛋，所以误以为偷蛋龙想要吃掉圆角龙的蛋，但是后来才发现，那个蛋原来是偷蛋龙的蛋，因为它们长得太相似了。那样的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是我们误会你了。没关系。你这坏蛋，他不能吃，赶紧走开！他只有一只而已，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。快看呐！糟了，有四只！这样不行，你们围住恐龙蛋，要保护他。好，好。偷蛋龙，你放心，我们保护你。怎么办？你们好好听着，先等到恐爪龙扑过来，然后就一二三，哎呦！不要跑，站住！要不然会被我教训。我在这儿。成功！乐斌，你还撑得住吗？
是不是很累？没事，我还能飞。哎呀！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嗯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个，把蛋给我，给我。嗯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偷蛋的恐龙啊，万龙叔叔。嗯。你这个偷蛋贼，我要好好教训你。三角龙叔叔，快点走开，要不然就把你踩扁。哼。我不要了。棒棒龙出动。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